没那么严重。而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天南下高雄中山大学进行校园讲座，现场座无虚席，而会后学生提问时间，同学呢就特地站起来说怕被呼巴掌。有听清楚你为什么要站着发问？因为我是怕被呼巴掌，所以才会站着发问。不过主席，你应该不会呼我巴掌。好，你这个话中有话。因为大学生坐着和总统对谈，引发立委郭素春不满，想呼学生巴掌。蔡英文今天到中山大学演讲，立刻有学生以实际行动反讽郭素春，现场笑声不断。